你还困一下啊？时间还够早的。怎样？你头疼吗？好了，我没事了。亲爱，是你啦。你好，你放心，我跟爸爸会弥补你你欠的那份爱。我会很爱你的，永远陪你的身躯边，不把你放散的。亲爱，刚才有你陪在我身躯边。等我伫咧勇士做出心结，证明我的能力，互阮妈伊个进入看到了，我都马上接你过来我的身躯边，死狗看谁敢啰嗦。张生买着小吃，想要吃棉花糖，紧回去交差，让伊心情较好。过过刘千娜真叫完妆。你去回去。我抱歉啊，总经理，我的脚就不好，所以我动作较很慢啦，抱歉。对啊，千啊，你的脚伤啊还袂好，走路得较细腻，唔当你卡袂着。是表舅呢？表舅跟刘千啊。刘小姐，你实在是跟阮表舅救援的呢。拄则伫咧勇士总经理办公室才见过面，即摆伫咧病院阁中风，当一个晚阁拄着，恁两个是咧拍电影。